24小时马拉松市会员投票决议，结果为同意方案。投票通过，空服罢工渴望落幕，但在还没正式签订团体协约前，工会仍不敢松懈。因为签约过程仍需谈判时间，需要全体会员集结力量，将完整协议签订完成，工会才会宣布终止罢工。罢工终止才会宣布领回三证的程序，请全体会员一致配合工会指令。新诉求从原本的8项降为6项，其中原本要求提高外证津贴，长荣愿意给非安勤务奖金，来回一趟最高500元。9条航线改过夜班，在新条约里只剩东京、北京部分航线。另外，工会原本要求的国定假日出勤给付2倍工资，和各航班派遣的外籍空服员不能超过2人，在新的6项诉求内全被排除。而最重要的是，在新诉求里要求长荣不能秋后算账。团结，工人战斗，长荣罢工一定成功。这波罢工至少造成1702个班次取消，影响旅客人数破31万人。而这起罢工马拉松长达10天，也创下台湾航空史上罢工天数最久纪录。三立新闻曾建勋、曾家轩 SNG 小组桃园报道。